正面是冰块，背影是木头，怎么会这么冷冰冰的？还好有七年前死掉的女朋友当借口，不然一把年纪了还没有结婚，要怎么解释？艾丽，不可能是艾丽，竟然出现幻觉了。所以大婶的意思是，谁是大婶？最近老是碰到，一开始我以为她很像艾丽，多看几次发现不一样。要是她真的很像艾丽，我很可能会被她迷住了。吴明修是不是疯了？怎么会把我拿到的合约随便让给别的设计师啊？看来明修跟那个设计师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。请跟我合作吧，我会让你的实力展现在全世界的舞台。3月18日晚间8点，未来戏剧台《爱情来了》。